婴儿车换姓名卡片我生。不好，婴儿车怎么交换位置了？姓名卡片也被扔掉了，怎么办？这下我们分不清哪个是爸爸了。可恶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我们快根据小宝宝的特征找到哪个是自己的爸爸。我的爸爸是哪个呢？有了，我的爸爸头上有王冠，那头上戴王冠的小宝宝就一定是我爸爸。我的爸爸是哪个呢？大家都说是22，原来这个是我的爸爸。那这个头上有贝壳的一定是我的爸爸。耶、yeah, 找到爸爸了。可是怎么样才能让爸爸们长大呢？有了，给爸爸们喝奶奶，小孩子最爱喝奶奶了。耶、yeah, 太好了，爸爸长大了。嘿嘿，我给爸爸吃红烧肉，爸爸一定会接着长大的。不好，爸爸怎么又变小了？炸鸡汉堡。怎么又都变小了？爸爸们到底吃什么才能够长大呢？大宝是青菜，小朋友们都在发送青菜，青菜一定可以让爸爸们长大的。哼，我才不会让你们的爸爸长大呢。青菜我扔。啊，可恶，艾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把青菜给扔掉？艾莎，是不是你把爸爸们变小的？没错，就是我变小的，婴儿车也是我调换的。艾莎，你太过分了。精灵之力，爸爸终于长大了。艾莎，你太过分了，你竟然把爸爸们变小，你这样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。没错，艾莎，我们也会把你送进换日管理局的。对不起大家，我只是恶作剧了一下。哼，我们才不会原谅你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我们的故事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